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洪宝新。尽管亚航集团 AHR 今年第三季的机位数量显著增长 17%， 不过搭客人次依然强劲增长 20%， 载客率也走高两个百分点至 84%。MIDF 投资研究相信，国内一系列的长假可推动第三季搭客人次稳健增长，加上泰国延长中国和印度游客免签证的期限，估计会持续带动泰国亚航的搭客人次。行家继续看好亚航集团通过数字化来推高营收，巩固成本架构以及更谨慎的护盘策略。行家也认为，在九月推行的机场费并不影响国内搭客的增长，因此维持盈利预测不变和买入评级，目标价为20级08仙。